个球员要有这样的信心，但是有时候呢，我们看到这边又是老搭档胖虎跟小夫两个稍微有了一些人与人的连结、啊、哇，这个连接下去我看这场比赛没完没了了。不过前一场比赛就看到 Kyle Julius 教练哦，用厚度来换小夫的高度啊。对，那王柏智呢，如果能够把他给推出去的话，就是赚到了。的确啊，因为其实两个人当然身高差的太多了，所以也只能用这种这个以身材哦来换取这个身高、啊、完全没有比这个比赛来的弱、啊、哇，每天都这样打，谁吃得消啊？对，富邦吃得消啊。107-86，这场比赛剩下两分钟，又是小夫和胖虎啊。你借的漫画书什么时候要还我？还有遥控飞机。通常小夫碰到胖虎，一般是不太敢含扣的。塞萨夫单手的飞扣，含扣来了。